枪拿得快呀。是的，看马哥打倒一个 Butlins， 天幕不服啊 ，AZ 被打倒。嗯，落地之后没有枪，这运气有点背呀。是的，这种落地真的是看谁先拿到枪，崔姬也没枪要去旁边找，赶紧脱离，找点药补给一下。你头甲也没有。是。落地没枪很难受，而且我看到当时是待的一个地方。对，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鱿鱼圈一。如果按照以前稍微靠东部一点的位置的话，肯定是去拿了。哎呦，这边 Perry 也是过点的时候被 SQ 给打掉，只剩下了马云龙一个人。现在一个人的话只能混成啊。嗯。再缓一个圈，然后 SQ 先去解决一下近点的 DAY， 看能不能抓到机会。哦。另外一边 ，Hikerman 一颗手雷炸了，哦哟，三个，炸了三个，两个雷，哎呀，跑到这个麦垛子来，那不是铁吃雷吗？是的 ，Navi 这一波，因为他提前过来踩麦垛，但是远点 CES 的出枪 ，EXO 其实也是上头了。你看右下角那地图上面有多少杆枪在抽这个地方？是的。远点的 TM， 然后号 LG 以及 CES， 哎，正面啊 ，Save 摸上来了。对，这就是我之前看到放在山上的 GX 的人啊，对呀，啊，他没动，然后 New Happy 是拿不到这个信息的，小偷了一手啊。嗯，完全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放了一个。对，其实刚刚你想 XO 和 Navi 这波战斗以后，让 Firm 有了进圈的一点点空间。嗯，那个长城房之前 CS 已经放出来了。但是呢 ，Akita 去做了个单挂，嗯，哦 ，Fax 被幺二击倒，不知道这波是不是分的机会。一颗雷，乌巴反制，不要质疑老年人。哎呀，这还能打，还能继续再拿点。也要接了，哎，是的，贴得很近了。因为打拿瓦这把一直是围绕着狮城边缘推进的。哦，他现在上来直接站到高点去输出 New Happy 啊，侧身换身也找不到机会，正好一个石头挡住。主要是高点被架住了呀，整体 New Happy 的这个后线的位置已经锁定了，现在楠楠的位置在哪里了？两个人从侧边打了一波协同，拉了个枪线，超级被动的局面啊。我好像埋了一个，这波是肯定要打补的，直接补，把分拿下再说。能拿一分是一分，现在还能操作吗？位置被点出来了，那地方是有反坡，有个反斜，血量不多，只有25滴血了。赶紧再往前挪一挪，先打个药，避开头顶上的枪线。嗯。STK 也赶过来了，赶到了。打他吧，背身。嗯，而另一边 Gravity 是被小海远点连打带补，因为 Fate 这波是主动贴到了 Jax 脸上。对，这边 Yuri 是接住了 Jimmy。Fax 一滴血 ，GX 接的非常的轻松，这也是源于原点 FM 的一波枪线的支持。直接一波刷屏啊，带走 Fate。而另一边 STK 来了，左右包夹。主要是现在达纳瓦上的人只有 Loki 一个了，他走了，不跟你打了，想拿分。达纳瓦，达纳瓦现在也是48分啊，现在一个独狼。呀，这一波打 SQ 算是没错，终于有时间去针对远远的 TM 了。刚刚抽得很开心嘛。关键是 Bellmas 还掉头打了后点山土的 STK。对。最后 Loki 的分数呢是被泡泡给收入囊中。嗯，抽掉。是的。全行往那个点位去逼近，是他前面的时候和达纳瓦在打的时候，其实林叔就已经滑车在路上了。其实这是个好事啊，对，他就不要去踩他的优势在，但是要小心对方是龙四哥出现，哎，打了一个，但是这是 DIY 的 Bellmas， 这波应该是全收，因为 DIY 人不多了。但是龙四哥在这儿，哎，马路这波是干拉的，对，但是对面封了很多的烟。哎呦，这个位置队友呢？队友帮一下行不行？不然龙四哥不好，探身出来。西西那边很多枪线，破地开地。Nice， 这一波过点直接打了一个，后点的人全是烟，没有任何的视野信息，而且还有燃烧瓶能封你路。有雷，先把侧手给拿住，等烟一散，对面就没得了。哎，这过点加的很舒服，没问题。再打一个 ，Hello 也倒了，只剩下了 Penta。这波。燃烧皮稍微扔远了一点，他真的出不来，出不来，问题不大。哎，小心头顶上 flash 过来了，七七的一个侧身，龙四哥已经泼到了泼下面去了。flash 补的是 STK 的人，是的。他现在一个人看到分他就想收，弗雷克的分数也是被 flash 给 K 掉，就至少没有伤害到天霸，对，没错。但这波，说实话，天霸卡的非常的帅，真的酷，是的。太酷了！高
高点通过这个窗口的位置啊，还是将泡泡给放倒了啊！哎呦，倒脸！这个 flash 确实远点限制太足了。对的，对的，厕所两个人都倒，这两个人看能不能在圈的边缘，对，要爬有机会，要看这边能不能打赢。有在另外一侧救人，是的 ，flash 的手没有这么长，他又不是路飞。哦呦 ，flash 打得太主动了，没顶住，他想跳下来要补人。虽然说补掉，不过这波天霸还是把这分给收下来了。他下山之前给了个闪，你听不到他下来的一个位置的信息了。嗯，不过最终拿下啊、嗯，拿下了，拿下了。而且圈往南边一切的话，他还有位置可以站。他前面那座山是可以去的。嗯，大仓也是不断的吃到回切圈。哦 ，CS 如果说这一把能够抓住机会啊，这个分数线不，这个分数又很迷离了。嗯，现在目前第八名是 GX 的50分。对嗯。但是 Foil 和天霸还在场啊，他就是可以有几率去增加分数。是的。现在嗯 ，Foil 天霸是更加稳固自己的分数，因为好，他的分数本身就是58分嘛，对不对？他本身都在第三位了。没错。我们这波想接近圈，但是被南北两边的队伍同时夹击、啊，这个有点难搞。是的。防区的 ALG 一直没有做动作，导致 Foil 太被动了。不进吧又不行，进来的话呢，两边的反坡你又清不掉。是的，他是要率先吃蓝圈伤害的，嗯，所以说想提前进这个反坡，但是由于远点也要进，他这个反坡要吃远点也要进抢险，但凡往南边走一走呢 ，CES 会给压力，嗯，这个就没办法。能拿一分是一分，小海一个地炮雷，很帅、啊，出来炸了一个没问题，直接补补，补的话能多拿一分，再来一个，孩子，那不急不急，不要急。分数被 K 了没关系，至少还活着，对吧？对，哪怕被淘汰，现在小海又往前进了一步。LG 来了 ，LG 来了，这一波点燃 LG 啊 ，LG 要去清 CES。但这把 Himas 的主打直接穿两个、这个反坡，这波小张金海还是在这个侧端中起到拱火的作用。关键是这波拱火起来了，他机会又放大。后点又来了。终于满编出手了，小海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别急，他不会出来，他不会急，他不会出来，他一定不会出来，他一定等你这边先打完了以后，先把排名往上拱一拱，因为现在 CES 也只剩一个独狼 ，LG 的独狼已经被盯上，没错，感觉会快速被淘汰。刚说完，你看是不是七七原点把 Flood 给干掉？没错，这个火扔进去呢，这样的话小海可能就没机会，不过这把。这没办法的，是他燃灵树拿的问题不大、有火吗？对，有火烧着了，然后最后灵树是给了这个最后一枪伤害。嗯，那这把的话，6分加4分，这把有10分入账，是的，这个其实不亏啊，完全不亏啊。因为我一看，哎，怎么里面还有火在，好像在烧一样。是的 ，Himas 那个火，哦、这 Groza 发挥了大杀器，中间的过点很长，操作空间很大，而且泡泡马上就要踩到浩的一个头顶上了。那浩的注意力全在 CES 身上。是的。来了，高大地尽收眼底，但是自己一个人过来得要小心一点。不急不急，拿了分可以先拉扯一下。高大地打 baby 啊，是的。没人看他啊，林树疯狂的抽把过点，有分数可以拿，又是七次，就是你只要过了平原想进圈，都十个淘汰了。是的，被天霸拿，现在3-2，位置其实锁的差不多，但锁的很清楚，很清楚。先等一个圈。啊，黑麦是好准。直接两下被放倒了，这个位置不好救、吗？关键是圈还给到了，是。那八阶段嘛，因为他们怎么打吧？是的，因为从这个输出角度来说，因为 Himas 是枪杆最热的时候，对，你找他打一 v 一或者是打一 v 二 ，Himas 这个厕所他能玩起来，毕竟他有这很稳啊，他是把防区放出来，利用后点 Himas 架枪，对。但是最起码天马这波能玩，哇、好准！所以就之前说的，他的一个侧身架枪，如果到了防区以后，真的太优秀了，就是黑马斯那个点位。他这个枪杆太热了，枪杆又热，位置又好，你要不敢打药、血量太差，被干倒了，但最后被蓝圈电脑没给分。这样的话，恭喜 CES 10个淘汰拿下一期，这样的话将自己的分数也是往上提。